一直在限缩人民的公投权利，好奇怪呢，好奇怪耶，政府自己执政无能，居然修理老百姓，居然把老百姓的公投关回鸟笼，这什么态度？而且看到这么烂的报告，你审得下去吗？显然现在中选会家里没大人了，所以我们觉得像李进勇这么烂的提名，请他赶快退回去，退回去以后请你找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人选送到立法院来，我们审查通过以后，请这个主委回去再好好想想看公投法该怎么修，或者要不要修，再送到立法院来，不是这样子草率啊乱搞。还有其实这部法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公投绑大选的事情，改成应改成德，大家想想看，一个公投的提案是多少人花了多少心血去提案联署成功的，居然可以因为中选会自己的意见就决定要不要跟公投绑在一起。嗯，那他对得起这些辛辛苦苦联署的人吗？还有你把应改成德，你的司马昭之心在什么？很清楚嘛，对执政党有利的你就把它勾在一起，对执政党不利的你就不跟他公投绑在一起，就不跟大选绑在一起。我们民主法治国家容许这样子所谓的独立机关做任意的这种政治操作吗？哦，这个都是我们觉得没有办法忍受这样子的一个提案。更何况各位你看今天的议程，我们除了包括行政院版里面总共有27个版本委员的版本进来，这个案子到现在法案进来以后也没有开过任何的公听会，这样子就要来审查，这像话吗？所以我们觉得今天的程序啊，我们不认为今天应该开这个会，我们要求要把李进勇退回去重新提名，提名以后再来送法案，法案进来以后大家开个公听会再好好审，不要因为你执政无能却来修理我们公民的投票权。退回李进勇啊，再来审查啦，啊，不要把英德大战拿到立法院来，英德大战留在民进党就好了，不要把英跟德拿到我们公投法的审查这边来。而且更离谱的是，你不止没有想着要便民，你只是想要扰民，还要叫大家付身份证影本。这个是立法院法制局的报告，法制局针对修法的评估，立法院的法制局写什么？立法院的法制局啊，光这个提案的审查说明都比你行政单位那个860个字还多。这里面写什么？为了减少个人资讯泄露的疑虑，建议删除提案人提供联络电话及国民身份证影本的规定啊，这是立法院的法制局哦，还不是我们在野党所提出来的意见，连立法院的法制局都公开。
对得起蔡公投吗？这些过去民进党内大力疾呼直接民主、废除鸟笼公投的民进党的先进，你们对得起吗？你们真的对得起吗？他们可以换会议室、欸。你们要不要问一下？你们要不要问一下他们的意见是什么？所以今天这样子的公投法，如果你要在这边硬闯，你连公听会都没有办过，你要在这边硬闯，那我就跟你讲，那个副主委不用来了啦，副主委不用来了啦，副主委回去了啦，你不足以代表中选会啦，退回李进勇，也退回副主委啦。陈朝健，今天不用开会啦，今天要开什么会？副主委，你拿这个860个字要来这边报告啊？那个，你跟他坐下来，请你回去啦。黄慧珍，没有资格让他坐这里啦，没有资格让你来坐了。我觉得好丢脸哦，太丢脸了，丢脸呐！这是民主之耻啊！丢脸呐！你要没收人民的公民投票权，没收直接民权，你还要来这边备询，副主委。回去啦，回去啦，可以回去了啦，可以回去了啦。你的报告还敢拿来？这个报告还太脆弱了啦。这样子的报告也没有。860个字。童慧珍，你坐着，不要让他坐，不要让他坐。这样子可以拿这样子的报告过来，这样立法委员吗？丢脸，丢脸死了啦！丢脸，丢脸，丢脸呐！为了做官这样，退回李进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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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朝健回去，陈朝健回去，退回李进勇，退回李进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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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朝健回去，陈朝健回去。这个报告太扯太扯了。我们的公投只值860个字啊！你知道今天外面有多少人要抗议吗？这些人抗议的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的政府不遵守公投的决定、公投的结论。退回李进勇，退回李进勇，陈朝健回去，陈朝健回去，陈朝健回去，退回李进勇，退回李进勇，陈朝健回去，陈朝健回去，退回李进勇，退回李进勇，陈朝健回去，陈朝健回去。退回李进勇，退回李进勇，陈朝健回去，陈朝健回去，退回李进勇，退回李进勇，陈朝健回去，陈朝健回去，退回李进勇，退回李进勇，陈朝健回去，陈朝健回去，退回李进勇，退回李进勇。陈朝健回去，退回李进勇，陈朝健回去，好厉害，好厉害，好很好，退回李进勇，不能让他进来啊，退回李进勇，陈朝健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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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好意好意，现场江启臣，大爷为贼，卖为贼啦，没有太，不不不，这边有一个这个，回去啦，回去啦，这样可以啊，陈朝健回去，卓非金氏，不要挡到我了。丢脸呐！民进党卓非金氏选举选输了，要改规则，规则丢脸呐！跟蔡英文现在跟赖清德的初选是一样的，丢脸呐！民进党卓非金氏退回李进勇，
陈朝建回去。退回李进勇。陈朝建回去。退回李进勇。这样改成这样。退回李进勇，罢审公投法。好，我们今天要审公投法，所以我们不审了。公投法又要变成鸟笼公投法，我们罢审公投法，罢审公投法，罢审公投法，退回李进勇。金氏哦，嗯，我们喊口号哈，来来来，好，退回李进勇，退回李进勇，罢审公投法，罢审公投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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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朝建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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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你送来的报告，各位看一下。啊，哪？那边这个。就各人来讲讲，各证件上。好，那个蒋委员，蒋乃新委员。蒋委员，来来来来来，请这边帮忙坐一下，坐正一下。啊，你那边你比较有力气，年轻有力。那个站那里。小资的在那边，哎，小资的在。退回李进勇，退回李进勇，罢审公投法，罢审公投法，退回李进勇，退回李进勇，罢审公投法，罢审公投法，退回李进勇，退回李进勇，罢审公投法，罢审公投法，民进党丢脸呐，丢脸，丢脸，选举选输了。改游戏规则，改游戏规则，丢脸呐！以前说鸟笼公投不行，现在又要把公投法改成鸟笼公投。李进义委员，你以前怎么讲的？没啦，啊，公投法，对啊，阿林，不是鸟笼了，现在改回铁笼了。铁笼公投法，鸟笼啊，啊，把鸟笼关回去啊。放了一只老鹰啊！关键的部分，老鹰啊！关键的部分不能改啊！老鹰啊！放了一只老鹰啊！退回李进勇，那时候还闹了立法院。好了，没事，我不爱信，我不爱信嘛。退回李进勇，罢审公投法来。公投法阿伯利不。没你请，没你请办公听会嘛，也可以啊。你退回李进勇，退回李进勇，罢审公投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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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回李进勇，退回李进勇，罢审公投法，罢审公投法。退回李进勇，退回李进勇，罢审公投法，罢审公投法。助选会啊！罢审，罢审公投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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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回李进勇，退回李进勇，罢审公投法，罢审公投法，退回李进勇，退回李进勇，罢审公投法，罢审公投法。现在要修公投法，就像蔡英文跟赖清德的初选是一样的，丢脸呐！选举选输了就改规则，选举选输了就改游戏规则，民进党真的很丢脸。铁笼公投，还放了一只老鹰。铁笼公投，对呀、啊。大审公投法，大审公投法。嗯，他们以前讲的哦，哇，这个真精彩啦！李进义委员怎么讲的啦？然后那个郑丽君委员怎么讲的哦？大家参考，给媒体记者参考，印多印一点啊、哦，给他们参考。哎，我们来念一下，以前陈其迈委员是怎么讲的？哦，政府认为让人民去决定，所以就交付公民投票，公投那么多，每次选举都有公投。这怎么会乱呢？公投从来没有一次乱过，公投就是要解决争议，为什么会乱呢？庄瑞雄说：“我认为就算只有一个人提案，也应该可以成案。”结果他们自己现在在提案，说要提高民主门槛。以前庄瑞雄说：“
只要一个人提案，都应该可以承案。2015年4月22号讲的。啊，李进义委员他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公投审议委员会，根本在做实质审查，用十几个人的公投审议委员会取代了十几万人的联署，这是我们没办法接受。啊，你们现在提的提案，又要提高联署门槛，而且还要实质审查公投的内容，还可以驳回哦联署成案的公投案。也是你们现在李进义委员的提案啊，你2015年4月8号讲的话跟现在讲的话怎么差那么多？郑丽君委员说，我非常认同台联党团版本的精神，提案人只需一人即可承案，结果现在民进党的版本要提高联署的门槛啊，要个几十万人了，以前说一人就应该承案，这个都是你们自己讲的，最可怕真的是照妖镜啊，苏贞昌轮替真是照妖镜、啊。最可怕的是苏贞昌啊！苏贞昌、啊，苏贞昌两度进入行政院当行政院长。2006年7月，苏贞昌在民进党为了讨党产公投，时任行政院长的苏贞昌说，要求内政部修改公民投票法施行细则，让公投联署不必附上国民身份证影本。现在的苏贞昌。也是行政院长，他这一次推动公投，却要我们公投联署人必须把国民身份证统一编号、户籍地址，把它写进去、列进去，成为一项人权推动政绩。两样的心情，同一个苏贞昌，以前的人权苏贞昌，现在变成什么样的人权破坏苏贞昌？大二就是我们民进党，这就是民进党。退苏贞昌院长，退回民进党吗？罢审公投法，罢审公投法，公投法，罢审公投法。罢审公投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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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回鸟笼公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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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罢审公投法，罢审公投法，罢审公投法，罢审公投法。对啊，好，要退回铁笼公投啊！苏贞昌比鸟笼还要。苏贞昌第一次当行政院长的时候，说公投法不必附身份证字号。现在的苏贞昌院长说，我们现在的公投法必须附身份证字号、姓名、地址。这就是什么个资法，这种叫做鸟笼公投，这种就叫做铁笼公投，这叫做是铁笼，叫做违反人权，违反公投，违反人权，违反人权，比鸟笼还严重，所以是铁笼了。的评估都反对，都建议不能附身份证。现在以前他们说啊。连提供身份证啊，这个字号这样就可以了。现在呢，现在说要影印本啊，正反面的影印本啊，你要泄露个资。以前说万万不能，以前叫人权推动政绩啊。看人家那么版本。现在的苏贞昌院长反对过去的苏贞昌院长，过去的苏贞昌院长说公投联署不必附身份证影本，现在的苏贞昌院长说公投法要修法要附上身份证影本，现在的苏贞昌否决过去的苏贞昌，苏贞昌在做什么？你在怕什么？是因为去年年底的大选输掉了，怕明年的大选再输掉，所以要影响人民不能公投，要人民的个资做什么？要清算斗争吗？苏贞昌，你要清算斗争人民吗？你挡着，不要给他做，不能让他做了，不可以让他做。来，陈朝建回去。
陈朝健回去，不能让他坐，不能让他坐。不能坐，没上到这一集。不行啊！不行啊！不行。巨神鸟笼公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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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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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案，退回共同修正案，退回共同法，退回共同修正案。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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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的，不行的，退回公投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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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神公投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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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神鸟笼公投，巨神鸟笼公投，巨神鸟笼公投。巨神鸟笼公投，然后中选会改这种公投法，也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报告这样子怎么审？影响人民的投票权。报告这样子怎么审？夸张了，对，走了一次路。新竹委上面再说了，现在已经本了，而且要限缩，限缩只能有十个字，还限缩五十个字。民进党真的很丢脸。选举选输了，改游戏规则，跟赖清德、跟蔡英文现在的初选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如出一辙。新竹委上任再说了，对啊，新竹委上任再说了，陈朝健回去了，鸟笼会都没有开始，鸟笼公投你也不反对，你这个在是在维护，有点格调好不好？现在已经从鸟笼公投变铁笼公投了。你中选会是独立机关，要维护人民做事了。立法委员，你那什么学者？立法委员都不能接受，摸摸良心，要公平吗？学者要良心呐、啊。破坏人民的参政权。代理助要良心哦。民主杀手，民主杀手啊！民主杀手。民主杀手，民主杀手，民主杀手，民主杀手。巨神铁笼公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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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神铁笼公投。巨神铁笼公投，巨神铁笼公投，巨神铁笼公投，巨神铁笼公投。报告，上报立法院来，你上报立法院来，你这样子报告，你整个公投法这样子的报告，你自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的专业吗？对不起，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整个2300万人民吗？对不起，民主杀手。民主杀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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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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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手。因为我们同时化，你到底支不支持这样子的鸟笼公投啊？你告诉我们，铁笼公投啦，什么鸟笼公投？一句话，鸟笼公投，铁笼公投啦。作为中选会维护人民参政权的中选会，你们成立组织的宗旨就是要维护人民的参政权，人民行使公投的权利也是参政权的重要的环节。你到底支不支持行政院版现在的宣布的鸟笼？你告诉我，以你的专业跟独立，太离谱了！你看那公投内容。你如果支持鸟笼公投，你就
鸟笼公投，你告诉大家，你作为你的专业者，纸鸟笼公投，你现在坐在还能坐在这边？你如果认为鸟笼公投是危害参政权，你还坐在这边干？你要辞职才对。副主委，现在行政院把提出来的就是鸟笼公投。不能，可以不用绑大选，还要提出身份证影本，还要提出身份证影本，将来连续说，什么放什么？行政院竟然说要提出身份证影本，正版影本，要泄露个资。以前民进党在，不能让他审，让他审了，最后还是全力阻挡的，说只要身份证字号填一填就去的，对，还不会其他，我要他付身份证影本，还不会一次性的公，一次性送案，不能不见。那现在呢？现在风险会是执行政权案的内容，要联署的人，大家各位记者朋友，苏贞昌以前当行政院长的时候就反对付身份证影本，你现在当又当行政院长，你现在干嘛？有十年后的，其实十年后的苏贞昌院长，苏贞昌在当院长，反对苏贞昌，民进党昨天昨被金现在怎么讲？金进勇还没过啊，以前说一定要绑大选才会突破公鸟笼公投，才能够提高投票率，现在说可以不用绑大选了，然后可以由中选会来决定哪一个公投要绑大选，哪一个公投不绑大选。你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法案，中选会自己来决定。民进党选输了就出这种烂招。当年如果有丢人呐、啊，丢人现他们竟然可以丢人呐、啊，绑大选那个可以不用绑大选，两次选。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法律。你整个报告没写。帮执政党，很多东西都没有规划清楚。几个字？860字。861个字啊、哦，861啊、哦。包括标点符号。回去，回去，陈朝建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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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陈朝建回去。陈朝建回去，回去。霸神鸟笼公投，霸神鸟笼公投，拒审了。霸神鸟笼公投，霸神鸟笼公投，霸神。陈朝建回去，陈朝建回去，陈朝建回去，回去。建回去，陈朝建回去，回去。霸神，霸神，860个字来连标点符号，这里放到18号，摆明了就是要作弊啦，大选要作弊啦，这么重大修正案860个字来连标点符号，这么不尊重立法院。清楚一点啦，哎，我想做，也没有开公听会，没有开公听会，都没有，陈朝建回去，陈朝建回去，公投法要修，你这样写报告，你叫我们立法委员怎么接受这样的呢？不止只有连标点符号的860字而已，连公听会都没开过，连公听会都没有开过，民主倒车，民主倒车。民主倒车，民主倒车，退回，退回，倒车，霸神，霸神，霸神，回去，回去，回去，民主倒车，陈朝建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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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回，回去，陈朝建回去，陈朝建回去，陈朝建，陈朝建回去，陈朝建回去。陈朝建回去，陈朝建回去，霸审公投法，霸审公投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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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脸了，民进党丢脸了，选举选输了，改游戏规则。
现在蔡英文要改成把英德大战拿到我们立法院的公投法，丢脸呐！叫民进党民调也付身份证疑。难怪赖清德要骂蔡英文了。对啦，民进党的民调也付身份证影印本呐，丢脸呐！赖清德骂蔡英文骂的对了，避免网军作战呐。行政院长苏贞昌要串供呐，行政院长苏贞昌2006年他要求公投联署不要附上身份证，请苏贞昌出来告。请问是不是同一个苏贞昌送了一个版本，要求人民要附上身份证影本？苏贞昌做派的做法，这是铁笼公投法。苏贞昌出来讲清楚。噪音啊！苏贞昌出来讲清楚，苏贞昌出来讲清楚，要人民身份证做什么？要人民身份证做什么？大审公投法，去好了，痛好了，再录版本，好了，痛。那个我们各位媒体啊，各位媒体。各位媒体，我跟各位报告啊，我们今天不可能来审查这个公投法的修正案，因为太离谱了。就算不是公投法的修正，也不该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立法院。一个27个提案、22个条文的修法。居然送来的是860个字，然后还用22的字体，这个有多大？我们每个人都是老花眼吗？还有那个内容能看吗？各位去看一下，连对于自己的版本都无法解释。我们想问，请问中选会在提案之前，行政院在提案之前，你开过公听会吗？公民的意见你听到了吗？起码今天如果来外面抗议的这一些公民团体，你要不要问看看他们对公投法的意见？你把英改成德，你要把英改成德，那是你民进党内部的事情，英德大战，不要把英改成德拿到立法院来。我们立法院不需要把英改成德，我们就是应该并公投大选，应该绑公投大选，这也是民众所想要的啊。否则你去开公听会听看看嘛，所有的民众一定是支持绑公投大选。第二个，为什么还要附身份证影本？这个叫做司法立法院的法制局的报告，法制局的报告。对这一次公投法部分条例修正案的评估报告这么厚哎、这么厚哎、你知道我们立法院多负责？我真的要给我们法制局掌声。法制局里面针对附身份证写的这么的清楚，我们的中选会是车眉还是叫喇叭狗的？你自己看，他写说，为减少个人资料泄露的疑虑。建议删除提案人提供联络电话及国民身份证影本的规定，原建议修正第五项，够清楚了吧？法制局的专业意见，法制局都比你中选会还专业，所以中选会可以回去了，可以废掉了。如果我们今天要在这边同意讨论这个事情，难道我们不是民主的刽子手吗？我请教各位委员，我们要当民主的杀手吗？中选会要当，让他去当；立法院可以当民主的杀手吗？不行，不行，可以吗？不行。立法院是人民的立法院，人民反对的事情，我们不会同意。所以这样子的专业意见，连中选会都没有准备，你要来这边审查。我们当然拒审啦，我们当然拒审啦。今天不是退回李进勇的问题而已，
是退回整个公投法修正的提案内容，因为不能看这个内容是在残害我们的民主，是在没收人民的公投权益，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坚决退回，我们今天拒审，拒审，拒审公投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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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朝建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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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审公投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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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回鸟笼公投，退回鸟笼公投，退回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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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笼公投。陈朝建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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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回铁笼公投，退回铁笼公投，退回铁笼公投，退回铁笼公投。英德大战不要进立法院打，对啊，对啊。而且他们要英不要德，哎，就这边要我们要德，哎，我们不要管他，英德大战是英德大战，怎么战？他还不止，哎，他把那个字句限缩，哎，提案只能有十个字，哎。那最多不超过50个字，哎，限缩人民表述他的意见，表达人民的这个复决权的权利，哎，这是什么样的公投啊？他要我们付身份证影本，要联署人付身份证影本，要联署人付电话，他是要做什么？恐攻吗？他是要用什么东西？他要把人民的个资拿去做什么？显说了改游戏规则，中选会摆明了变成助选会，丢脸呐！今天就不要开了，下那熊肝胆了，不怕丢了。回去重新研究了。没有开公听会，报告如此草率，公听会啊，中选会失职。立法院不是立法局啊，清楚公投法怎么了？我们各位委员要来开公听会啊！各位委员，各位委员，如果陈朝建副主委你还不离开的话，那就请你坐在下面的这个位置啊。那你就坐在那边，等我们最后的决定。但是我们的备询位置是不会让你坐的。陈一鸣，你坐 好，我们是不会让你坐的，因为我们觉得你没有资格来坐这个位置。啊，丢脸呐，李进立！我们还没有开始讲，你知道吗？不要讲那么大声。李进立当时怎么说？你以前讲什么？李进立，你以前讲什么？你现在敢干什么？就是公投选议委员会专门在做实质审查。哎，李进义，昨是今非，李进义，你讲讲，昨是今非，丢脸呐！昨是今非，你还要连审呐？选书的改规则，丢脸呐！选书的改游戏规则，要把人民权益抹杀，要人民的个资，要人民的个资改规则，选书的改规则。2015年4月8号，时任民进党立委的李俊毅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公投审议委员会根本在做实质审查，用十几个人的公投审议委员会取代了十几万人的联署，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李俊毅啊，李俊毅，你看看你当时讲的，今年是2019年，时隔4年，李俊毅你变了吗？你还是李俊毅吗？好意思来坐在这里吗？好意思来坐在立法院这边来审这个鸟笼公投吗？要延后了，叫他们民调也要附身份证影本啦。民进党去跟蔡英文讲啦，民调也要放身份证影本啦，丢脸丢到极点了。他干脆英德大战要附身份证影本跟电话号码嘛，你这样子就一次解决了嘛。民调也要附身份证影本嘛，哎，有种你就这样子改嘛。英德大战拿到立法院来了。苏贞昌，你以前当院长说公投不需要附身份证影本，现在的苏贞昌院长，为什么你要改成要
报告身份证影本，附电话，附身份证影本，附电话。苏贞昌，你在做什么？你这个打手越老越回去了。民主是什么？民主如粪土吗？民主如粪土吗？苏贞昌前以前的院长，你自己说不共投不要附身份证影本。现在的苏贞昌院长，你送来立法院的版本是共投要附身份证影本，你在搞什么？你在搞什么？你要把人民当成什么？要人民的个资做什么？好追杀吗？好追杀吗？好用网攻吗？好用网攻来黑人民吗？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民主。苏贞昌退回去啊！苏贞昌退回去啊！苏贞昌两个月行政院长都叫苏贞昌，一个苏贞昌是不用附身份证影本来做公投，现在苏贞昌要附影本、身份证影本跟电话来做公投，修这个法干什么？苏贞昌，你有什么意图？你要把人民当成什么？要泄露人民的个资，个资法是保护人民的。改游戏规则，退回这种要人民个资的公投法，限缩人民权利的公投法。这个公投法只有限你标题十个字，内容只有五十个字，干什么？你怕人民再次用公投否决民进党政权吗？所以要用这个方式要拒绝公投绑大选吗？这就是败选后的民进党的检讨吗？你们怕什么？人民会拥护一个民主的国家、民主的法治，不会拥护你这种践踏民主的民主制度。所以英德大战不必选了、啊、英德大战干脆附身份证影本一起来选吧，你们去好好去选吧。但是我们拒绝你用国家的公器要人民的隐私，要来害我们人民，这是最不可靠的，而且这是最可恶的。我们一定要退回这个公投法，退回公投法。苏贞昌吃回去，苏贞昌吃回去。身份证证明要不要？我们来看看哦，过去民进党几位委员哈，他们对公投法的想法哈，2015年4月22日，陈其迈说，政府认为让人民去决定，就该交付公投投票。公投没有，从来没有一次乱过，公投就是要解决争议，为什么会乱？好，2015年4月22日，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说，我虽然认为就只有一个人提案也可以成案。2015年4月8日，时任民进党立委李君瑜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公投审议委员会根本在做实质审查，用十几个人的公投审议委员会取代了几十万人的联署，这是我没办法接受的。2015年4月8日，民进党立委郑丽君说，我非常认同台联版本的精神，提案人只要一人就可以成案。2015年4月8日，时任民进党立委田秋瑾说，如果整个社会上有几千人、几万人愿意联署这个提案，你凭什么设置公投审议委员会，然后找几个人来担任委员后就来封杀人家提案？你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担心人民展现人民的意志是什么？然后2006年7月，民进党为了推讨党产公投，苏贞昌要求内政部修改公投施行法细则。苏贞昌前面的要念，重点有。今天的公投法哈，会让台湾成为国际上的笑话。今天的会让成为国际上的笑话。2015年4月8日，时任民进党立委李运元说，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这样的权力都剥夺，根本违反公民投票法立法意旨。还有刚刚苏贞昌，2006年7月，当时苏贞昌要求内政部修改公民投票法施行细则，让公投联署不必附上国民身份证影本。所以各位，现在的版本，这一种法夹弯，这一种浊世今非，到底让人民何去何从啊？这种政府我们还要吗？这样子的公投如果通过的话，台湾真的会沦为全世界的笑柄。倒车啊，真的。各位，这各位可以看一下，提供给各位。照民进党，照民进党现在的版本，台湾的人权指数将降低到全世界倒数第一名了。没有错，台湾人民的人权在哪里？你就在下面啊。台湾人民的人权在哪里？公投要附国民身份证影本，还要附电话。
台湾的人权在哪里？这就是主张人权的民进党吗？开民进党，民进党开民主倒车，开人权倒车。这个法如果让他通过，台湾将没有人权，台湾将没有人权。我们全力阻挡，退回民进党的公投法，退回民进党公投法。丢脸呐！台湾会沦为全世界的笑柄。如果这样的公投法可以被接受的话，我们罢审，罢审这样的公投法。行政院版本三个重点：修改公民的权利。第一个，把原来哈、要绑大选的公投法哈、现在说可以不用绑大选，这是行政院版本的第一个重点，就回到鸟笼公投。以前他们都坚持说一定要绑大选才有投票率啊，才能过门槛啊，现在执政了，公投了，输掉了，他们说可以改成不用绑大选，把德改，把英绑大选改成德啊，谁来决定？行政院中选会自己可以决定。这是这一次行政院版的第一个重点，可以不用绑大选，变回鸟笼公投了，限制住了。第二个重点，以前不用附带身份证，竟然现在行政院版提出来附要附身份证正反两面的，还要附电话，还要附电话，这是他第二个重点。以前他们都反对，民进党没有一个委员没有反对的，每个都反对，说这个会泄露个资，这个会造成寒蝉效应，大家不敢联署，这会妨碍公投的成案，因为要附身份证啊，谁敢附啊？他们以前都这么讲，现在执政了，名册要一次提。现在行政院竟然提出这样的版本，要大家附身份证，还要提供电话，你要干嘛？你要打电话一个一个打电话去叫人家撤销联署吗？记住白色恐怖。第二个重点是这个，第三个重点。他们要让中选会的委员会可以实质审查，以前他们坚决反对，说中选会他们，你看他刚刚我们念的，他一个人联署，你都要让他通过，你没有审查权，你只是程序审查，绝对不能实质审查，而且不能准驳，我只要消极资格符合，联署人数达到，你就要成立。公投就要成立，就能够，这是人民的权利。他们以前都是这么讲的，现在竟然要回到可以实质审查，可以驳回形式上已经通过联署通过合法通过的公投联署门槛，他们竟然可以要让他可以实质审查把它驳回。我们看到他们要的是什么？可以决定哪一些公投他们要，哪一些公投他们不要。对他们选举有利的，他们就要；对他们选举不利的，他可以把它驳掉。第二个，哪一些可以绑公投，哪一些可以不绑公投？对选举有利的，他们就来绑公投，因为对总统大选有利；认为对他们总统大选不利的，就可以不绑公投。同一年内呢，如果两三个公投案，竟然有的可以绑公投，有的不绑公投，这什么世界啊？同一年内的公投案呢？如果按照这个法通过，竟然会产生那样的结果，通过了五个案子，结果两个绑公投，三个不绑公投，可以这样子啊？让你们有这个权利，不管你中选会或行政院，人民怎么可能让你们有这样的权利？你们改成应改成德就是这样啊。我昨天问陈朝健，礼拜一问陈朝健说应跟德以后改成德啊，谁决定啊？谁决定说哪一些绑公投，哪一些不绑公投？他讲不出来啊。中选会委员会决定啊，中选会委员会谁提名的？行政院提名的啊，不是等于行政院在决定？人民有什么权利的？人民的权利在哪里？你们都可以决定实质审查驳回人民的公投案，你们都可以决定哪一些公投要绑大选，那人民的权利在哪里？使人公投是可以勾稽的，
不能因为有少数死人公投，你要把我们的公投法，把他人民的权利全部限缩，要求附上身份证影本，要求附上你过去民进党一再说的人权，你把人权放到哪里去？你要附上人民的身份证影本，以及要附上身份附上电话。你用极少数的死人联署，你可以勾稽的，你只要删除就好了。你以此要把人民所有的公投权利全部限缩，这叫过去追求民主的民进党，现在不叫做民进党，叫民主退步党了。羞耻啊，羞耻，羞耻，浊世今非，浊世今非啊，羞耻，羞耻啊！大家，记得刚他们拿那个开始了吗？手持的麦克风找委员会的人，这样子讲话不方便。对，好，这个比较方便讲。民进党的国文基础变差了，一个公投的提案只能有十个字的标题，内容只有五十字的叙述，人民有权利叙述清楚他要做什么样的公投，公投是人民的权利，民进党要在修法限缩人民的权利，限缩人民的提案内容，这叫什么？你在怕什么？你执政执政的好的话怕人民公投吗？就是执政不好，怕人民再次用封公投绑大选，再次的否决你民进党的执政权。民进党，你的伎俩我们看清楚了，就是怕人民用公投否决你的执政权。不要这样子，你用这样的方法，人民还是会觉醒，人还是会用选票来否决你的执政权。不是你用这种公投拒绝绑大选，你的伎俩就会成功。不是你用这种要求人民的个资，人民就会怕你。错了，人民有手上有自己的选票，不会因为你用这种方法来强制来限制他们。民进党浊世今非，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浊世今非。过去的苏贞昌院长不必附人民身份证影本，现在苏贞昌院长的法案要附人国民身份证影本加电话，干什么？你要来黑客这些联署者吗？你要恐吓这些联署者吗？你是怕吗？你怕什么？甚至要去给他查他的什么东西吗？来让人民吓得不敢联署，你怕什么？你怕你的政策再次被人民用公投来否决吗？你已经让这次的公投法通过公投，有哪一个被你落实执行了？你每一个都否决了，所以民进党浊世今非，没有民主价值，民主在你民进党身上已经荡然无存，是一个民主退步党，民主退步党，羞耻可恶，把人民践踏到脚下，要人民的时候是心中的一块软肋，人民是你的心肝宝贝，不要人民的时候，人民如粪土，就像现在在外面在抗议的这些人民们，他们用700多万的选票，700多万的公投，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民进党依然负我，不当作一回事，依然要强制通过相关的法案。这就是民进党怕什么？怕什么？你怕人民再次在明年2020年的1月11号再用选票否决民进党，所以才会推出强推这种公投法，鸟笼公投、铁笼公投。铁笼公投拒绝审查、啊。蔡公投啊，你应该醒过来。如果真的，你要是醒过来的时候，你会为民进党现在民进党而哭啊，你也会退出民进党啊。我们以前跟蔡公投对决的时候，理想都不见了。我沈铁笼公投，巨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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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笼公投，退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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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还在考虑。他们想闯关啦，想要出委员会啊。对啊，然后我们认为不应该啦。对，就这样。不同意啦。开玩笑，就是这样子。大家一个月要就表决，对啊。要绑大选啊，不提供身份证 啊，这个是不可退让的底线。而且他一定要绑大选，然后不用提供身份证影本啊，这个是我们的底线，不可能退让。这样谁敢联署啊？身份证影没有，你身份证影本加电话，哎，我告诉你，身份证加影本很恐怖哎、欸，白色恐怖用来台湾，哎，影本加电话更恐怖哎、欸，影本加电话更恐怖，他可以用绿色恐怖主义打电话去威胁恐吓哎、欸，这很恐怖哎、欸。这比戒严时期还要。我们应该问一下中选会的这些列席长官啊，就是要附身份证加电话，你们自己敢联署吗？身份证加身份证影本加电话，陈朝建副主委，陈朝建副主委，你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要负责任，你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秉持你中立对全民负责的态度。陈朝建副主委，我呼吁你，小心你讲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审视，对全民要负责任。身为一个学者，不要当民主罪人啊，不要当历史罪人哦。身为一个学者，要有良心啊，要有道德良心、民主良心、法治良心啊，不要成为民主的杀手哦。还有什么海报可以拿？民进党今日民进党对照昔日争取公投的民进党，你们的良知在哪里？你们的民主价值在哪里？你们的理想在哪里？人民给你们执政权之后，你们就忘记了人民？记得，人民还是会用他的选票反扑的。人民会用选票反扑民进党的，不要以为你们限缩了公投的内容，限缩了公投的方便性，限缩了公投的权利，你们就可以因此通过人民的检验。人民是很聪明的，人民是很聪明的。老师在受访，那个一个去听他在讲什么？你们傻瓜，那么三个人。资产，大伟过来，你都过来。你们有这么多人，然后我就单个地方，当然要去看他们民进党干什么，在讲什么。回头告诉我，你不在那边慢慢等，去看要写什么。我们来猜他在讲什么，来讲英德大战，都可以讨论啊。英德大战，不同意见可以。英德大战已经知道蔡英文得胜了、啊。哎，英德大战，蔡英文得胜。哎，我没有来打赌，我认为蔡英文会赢。他会像过去一样神了。哎，你这不合我意见，哎，这个刚不算，重来。哎，不，民调不过，哎，不，重来，弄到哪一天民调过了才会。蔡英文现在到日本去啊，休息 QK 啊。阿扁讲的最好，他说乔毅不在清大，不在清德，在等书选。没错，我昨天等书，我昨天才跟着你截取这一段。阿扁太强，太强，他真的是一个搞什么呀？嗯，他在讲什么？他审啊，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啊。台大个人基金会，他四处财报，他自己讲过，最后是他演讲的，我也不习惯。9月9号在台北6点半，看看我们要不要动员我询问一下，我也不知道。陈建明，台大个人基金在台北。9号啊。明天吗？对啊。台大个人基金会啊，我们是不是要发动一下？周习伟好像有发。没有。他踩到四不同线了、啊，而且我在日报会有问呢、啊，他们中间都把他收管收回去，他踩到四步、啊，对，他已经公开演讲。谢谢。你们决定了，赶快把那个地方放好，放好就是这样。
中华电信换价，然后哎，志勇兄，你知道这很丢脸，哎，怎么会应得到再拿到这里来？记得让他上来，对，记得让他上来，你不能上来，你不能到这里就民调，对不对？民调公司上来了。也可以，老赵来了，老赵来了，老赵没？绝对势力，他处于交战状态，是吧？走走，你快去丢啊！你快去丢！2006年苏贞昌，我要红花，人家等我就开始，那个版本也敢放，等一下，那个对着的，对方的老娘呢？还倒标点符号360个字哎，你可以删掉了，爱护身份证报了，肯定你当广告也可以删掉了。公听会都没开过，没开啊。柯董超不敢，柯董超卖账卖账。过去民进党的所作所为，哦，英德大战他很紧张。柯董超请问现在那个蔡英文的选情是怎么样？所以他很紧张。待不下去了。那跑者英德大战，他不下去了，不知道怎么办。柯董超。喂，柯总召，请你把英德大战的民调，把身份证的影本都附上去，不要把英德大战拿到我们立法院来。身份证，身份证影本，然后还有这个，的绑大选，他们是要把它修掉，不能绑大选，脱钩，对，脱钩。所以你就觉得说他们根本就是選他把英不改成对对，因为选输了，所以更小登选区。对啊，因为。你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好、啊，可以。民权大倒退就对了。好。我觉得你怎么看哦？这一次的民进党，你们这最大的问题点是在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啊，过去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他完全是倡议松绑公投，那甚至有立法委员哦，包括李俊毅啊、郑丽君都说，只要一个人联署，都应该要成案。结果现在因为九合一大选，民进党选出之后归咎于公投，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中选会短短的三页报告，然后就说要把公投绑大选，哦，把英改成德，哦，就是公投以后可以不用绑大选。第二是要提高公投联署的门槛，哦，提高公投联署门槛以后，你任何公投联署，你要附上身份证正反面的影印本。那请问一下，这样是不是非常难以联署？然后另外呢，你走在路上，如果有人突然间跟你要身份证正反面影印本，然后呢，中选会还可以依照你的身份证的这些资料打电话给你，然后甚至于是影响或操纵整个选举。所以我们国民党党团是坚决的反对这样子粗糙而且是不负责任的修法。看我那个拿我蓝色那一件，完全没有错。因为民进党九合一大选大败，他们归咎于是因为公投绑大选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要脱钩，就是因为更小登小气，就已经输到脱裤子了，所以呢就要把这件事情完全跟他脱钩，所以更小登小气，我觉得现在是他们的想法。好，现在是睡不好，还有头好惨，因为明年2020的选举对我们。还是
赖的，而且会做相关的这个出来做相关的这个办法建设，然后程序上也必须要让大家理解。那尤其这种大学，会签一个必须要证件发票，或是要准备了。没了，没了。我跟你讲哦，我检讨的结果哦，我检讨的结果哦，有内奸呐，有内奸，而且是严重的内奸呐。他那个人哦，你们在学这个，我希望在我打我跟他讲，大家都是这样都学过了，学过了，见面谈是最好的。因为就是啊，我都知道你讲电脑鼠标会动手机了，所以不管是啊喝，找我喝咖啡，走啊，你们第一天啊，你到我办公室，走啦，快点啦，走啊，快点。国民党，快点！阿志伟，你到底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啊？大姐，走了。他到底是我们国民党？我妈妈以前没打，现在没吵架。结果他不是，结果他给了。人家在受访，太大声。介绍就是太大声。没隔壁来呛呛我，没隔壁来呛我。叫他买咖啡，要叫他用重要的。那这么小气，买一杯咖啡舍不得。他出的来手冲，真的，你会做吗？对吧？你好，开工上课吗？我准备来，我准备来，准备来。开会了，卖亏了，卖亏了，卖亏了。你讲的是什么啦？好啊，那也要让红路上。你要讲解啊，要讲解啊，你讲什么？学讲啊，学讲啊。你要让他上，你要先讲，学校好才敢上啊！让他上来讲，他中招了，我们欢迎他，我们不送，真的。你中了，你中了。请陈朝建，请陈朝建先离开，再来喊散会。我们登记他上来宣布，但是要他先离开，没关系，他只要。啊，对啊，这个说好了，以他来说散会，我们同意啊，同意，我们尊重他，我们尊重他，护送他上来，好不好？散会，我们没有，我们就让他上来。你看，他们说我们那里预算又增加两百好。你跟你讲，不是的，不是有些哈，是虽然立的法，是我跟你讲，有些根本就要改法。但你们的法案，报告报告的不行嘛，这个报告不能接受嘛，要附身份证怎么行？从今天他一定会强度关山嘛，连公听会都没有修改，跟人民权益这么相关的公投法，现在连一场公听会都没有开啊！要负责任，对，要负责任，立法院要负责任啊！改，这个乱七八糟嘛，都是这样，很多版本，很多版本，国民党大家都有版本。可是这个，先请主席上来好不好？做散会，我们上，择期再审好不好？这么重要修法，对那事业还这么重要，还没上来都有版本呢。中选会，中选会笑脸呢。不用啦，还是要去大部分去上山选。你赶快到后面，你要保持秘密，相较下好。对，敲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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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刚出道了。干嘛？他为什么跟我不一样？年轻不一样。那我年轻不要走这圈，这位的我们中进党的价值，所以他叫官员。这个只要跟民主进步党原来价值真的是完全是违背。我跟你讲，很多法案有大问题，因为就是有缺点，那我们就要重修嘛，重改嘛。那行政院长输了就有缺点，不是？报告就有问题啊！那你们三个输了，选输了才改成这样啊！现场超级多，然后这样排的，那秦总他也真的没有缺点，改缺点会消耗，消耗，大胆大胆，不要拿到立法院长好不好？因为有大胆，不要拿到立法院长，没错，那就我跟你们讲哈。叫他们也附身份证影本可不可以？他们如果可以附身份证的影本再做民调，那就改了。大姐，大姐你错了，他留一个余天在这边跟我们扯，你开记者会了。我看到他为了要推动人权公投，他说根本不需要身份证。这个有哪里大？他判决对啊，对啊，不是啊，你跟你讲啊，他们要开记者会了。现在我们还要，我们现在送到这里，就是大家要来辩论啊。那陈于天大哥，你赞成吗？你赞成附身份证还要附联络电话，你赞成吗？你赞成吗？附身份证这个报告，你赞成吗？六赞行不？老百姓要附身份证。我们法制，我们的法制局是反对的哦。不是啊，我跟你讲，你们也知道啊。
这个像有一个人可以用二十几个人死亡的人这样去那个审查就好了，就不要用少数，以前就有了，不是现在才有啊。你不要用少数的案例，少数案例来剥夺多数人的公投权。公投的权益，好了，你不要跟我吵，我才刚进来一个月，吵什么？哎，英德大战，所以怕你在这边，不要在这边吵。大哥，他们在开记者会，他们在开记者会，你赶快去了解。大哥，赶快去开民进党的记者会。榕树下散会啊！向榕树下散会。花多少钱选进来了，还差？我们站主席台啊，慰劳我们一下。对啊，慰劳一下。对对对。对啊，对啊。啊，很好笑。真的啊。对呀，好好在外面吗？还还还，帅哥来。什么顾家连锁发起的今天什么来王姐，上会要开会才有辩论，重新提报告，这个报告不能接受，真的这个报告太离谱，去拿，自己去拿，还抢我的，自己去拿。大伟，对呀，要帮你。大伟，我们等你提婆婆手来，等你，你发到委员会。好吧，那不用，大伟去别，你是不是派大伟去？没有，他自己。那刚才说就听一下他们民进党那个，谁超可怜？要去听是吧？那你看外面那个幸福，你会干嘛超可怜？看是不是提早下去跟他们讲话。危机要化，你现在赶快去看要不要过化转机的时代。全部人民这个时候被外面在抗议，他们外面抗议在里面，他们怎么这样？台班小屁起来拎啦，这少年郎到我办公室，啊，你唔是要泡我，你咪去？我们来讲公投。你泡，你叫恁泡办公室小，要泡两杯咖啡来。请他们吃来，那个喝咖啡。模型以少年郎模型。他做啊，应酬最好。对啊。因为附身份证因为这个真的是这个其实很多还加个电话还加电话所以很多中间选民会反那这个叫你不要连锁对就叫你不要连锁你就剥夺你没有他附身份证你们还外加电话对、啊、外加电话各自全都有正反面版本老百姓都不能接受重点还有是你这里只有十个字赶快打三点五十个字就是你的名字电话号码跟地址工作主文只有五十个字还有标题还有标题只有名字一直审查那他就问了说有死人在里面这个他可以叫人家去那个跟他在外面连续他是被养回去他是被电影他是可以用比他更严格的检验连署内容连署
内容还是而且还有关电子联署，他也都完全没有。他说要延后了，他不会推动电子联署的，他都一句说有治安问题，他就不要。需要与时俱进吗？蔡总统讲了与时俱进哦，没有没有，民调啊，只要他在吵的一天，公投案越吵越好。是为了要作弊啊？我们今天要去很对啊，蔡英文一定会作弊，做到让他自己赢啊，这很简单。还有，那可能要等到九月 啊，不用，金德都这么讲啊，现在很简单。他说要手机民调，就把手机公司里面的自己的党员或自己的朋友全部加进啊，不就那个都是可以搞的嘛，那是可以搞的，太。那能够如果一般电话民调公司也可以把所有民进党的支持者输进去嘛？这种东西数据，他 data 没有检验嘛？啊，他对他母群体嘛，只要收有利的母亲进去，哎呀，民调是假的，最会做假民调就是民进党。好，你赶快去，小气鬼不肯泡杯咖啡来请同学。对他特别好，他跟我同期啊，同学哦，就两个补选进来啊，我们两个同学啊，说要请我喝咖啡，到现在你看没诚意，你看。哎，同学啊，同时进来，同一天宣誓啊，同学啊。他说要请我喝咖啡，他很会煮咖啡。志伟，阿那嘛港黑啊，酒界啊，对啊，那个北京有借进来的啊。端咖啡来喝啊，端咖啡来喝。你看，他们只留你跟你看，留两三个，两三个菜鸟，对，没有新进的留两三个，以外都出去。出去玩。哎，我靠，这你也行啊！跟各位讲哦，几家好啊，几家叫啊好舅舅啊，就是当年党外的这个民进党前身党外的一个前兆。我现在觉得他们讲的一只几家叫啊好舅舅，就好像人民真的是几家叫啊好舅舅，在民进党执政之下，真的。可怜不堪啊，连行使一个公民投票权、公民的复决权、公投法，他都要把我们给扼杀掉。这就是现代的民进党，已经失去理想的民进党，这就是我们最遗憾的地方。我们的人要录的人怎么都没有，我要讲话都没有录，谁？哪一个？我没有看到，谁？没有啊。两岸开战，他搞不好自己飞机先飞出去哎。一定的。要来打我啊！你就飞越中线。就是要花太多钱。没得选，明年注定没得选。真的吗？你好，恭喜！对啊，恭喜！加一，赢很多吧？没有赢。9%，对呀，九百分，我跟你讲过了。恭喜！因为那个计算方式很怪，都是差距都不会。一划，哎，哦，恭喜！恭喜！对呀，他们进场了。这样一胜差。好 ，OK， 好。弄乱。对，玲珑弄乱，两个弄乱，众胜，怎样？有啦，好多了。晋升，最近车不好讲。好，你现在，好，在了，都在。在台中，我没有，我在台北，赵龙在台中了。我叫小峰，跟赵龙联络了。好。他们现在是在那边的那种，然后他们那个什么够了，他们都还是
够有大的，够大的，我买了两三个给他们，去把它弄过来，然后有小巨人。我也觉得没讲不清楚，所以在我完全讲不清楚。对啊，我们两天讲的心脏会打中央政策部的部门。对啊，我们在两边，我们看我们两边怎么站。我们在两边，在我们策略站。第一次我们站在人行道，主席不站的话，我们讲不清楚。下雨，我们是提前去。对而且你只要搞那个收视率消档的这个情况，你好像是还要加一个位置，你就是说多少的里面才是。那我如果带他过去，我要送上来，我要帮着我们组织，然后我们现在才能够再把那个后面就是你本来那些对这个东西的Thank you.
你们也是两个人吧？我们是
其实还是要，还是你喜欢消失，是的。你想什么？现在人多，大概应该都坐好，排的很好。
那个，好，你他声势还是好一点啊，比如我七成听到大概七三嘛，对啊，七支持函啊，其实支持函的都是比较，我跟你讲，听到的是比较没理性的，对，就是他也说不出来为什么支持函，但是理性的都是讲话的，会发牌，会发牌，有啊有啊，也是有人其实说。你要知道，出来跑活动，这些都是宣传。旁边帮我问一下，想问一下手机掉了。刚刚是骂我。哦，国民党初选，我们好像在，因为我们没有，我们确定就是我们确定了。